们看这一题，在里汤说哈，已知这个是一个平行四边形啊，而且这个是等于五 x 减三，这个是二 x 加十二，这是 y 加十九，这是4 y 加七。我们晓得啊，平行四边形啊，它对边相等，所以这两个一样的，五 x 减三等于二 x 加十二。那这样你就可以推出哈，移过来三 x 等于十五，那这样 x 等于多少？还是等于三五十五。好，然后呢，对边相等，好 ，y 加九 ，y 加十九等于四 y 加七，那这样的话 ，y 移过来三 y 等于多少？七过去。十九减七是十二，所以 y 是等于三四十二，然后把它给带回去，比如说我带这个 CD， 就等于多少呢？他现在问什么？问周长啊。哦，我现在把 CD 算出来，二 x 是五嘛，加十二，这个二十二。然后呢，这个周长 y 加十九 ，AD 等于多少 ？y 是四加十九，这是三二十三。好，那它的周长哈，就是这两个加起来乘以二了。哦，因为这边等于这边，这边等于这边嘛，所以周长我们叫 s 好了，就等于两倍的哈 ，AD 加上 BC 啊。好，那二乘以多少呢？两个加起来是四十五，所以是九十啊。周长等于九十，所以这一题应该要选 D。